你敢捌听过《新明写遗书》吗？注意，听讲这个帮新明写遗书，愈来愈奇怪啊！暗时的时阵吼，我阿妈就讲，我妈妈就会灵动，讲新明在暗时啊，就会来个教功夫。啊，大家就是要看，第二讲啊，未来进前，啊，迄支乌灵机就会开始也晃动，会一直震动、震动、震动。所以，迄时阵就用超级小刀，啊，就挂超级小刀，对，挂灵机符啊，吼，啊，灵机符也吼也鲜血吼，也伫迄符啊面顶画符灵。有道法的过程中啊，因为咱母鸡嘛吼，可能会有迄化头嘛吼，传上着五宝，化头作用来嘞啊，迄头啊，这个裂痕吼足大的，鲜血滋溜，大家想讲，系啊，即个爱上病院啊。今日非常欢喜，会当邀请到咱寿命宫的陈祖伟。帮咱介绍吼，学新明写遗书，你敢捌听过学新明写遗书吗？注意，听讲这个帮新明写遗书这人是恁妈妈，嘿，是阮妈妈。注意嘛，无简单呢。啊，是毋是咱麻烦注意帮介绍讲，伊写咩写遗书给新明？那位伊十六岁遐时阵开始讲屁好啊，因为较早阮妈妈吼，阮伫十六岁时阵伊就破病。啊，我阿嬷四界出来看医生，啊，拢医袂好，安怎医都医袂好。过来，咱就求助于神明嘛吼，都吼去阮清北溪寿天宫遐吼，去求地阿公来斗三工。伊的病嘛是为个清北溪寿天宫遐去予地阿公医好个，医生拢看袂好个病，啊地阿公甲医就好，所以伊就足甘心的吼，就讲啊地阿公吼，啊就奉请伊个乌灵机倒来厝内底服侍，吼啊就一个乌灵机，啊搁一个地阿公个相片，啊就开始服侍开始拜，第厝内底拜尔，啊但是愈来愈奇怪啊，暗时个时阵吼，我阿嬷就讲，我妈妈就会灵动，灵动。也灵动，就是睏的时阵，即摆解说就是讲，新明在暗时啊，就会来个教功夫。所以呢，恁妈妈就是咱进前的迄个女机身，伊就是暗时底下讲来教伊功夫。对，啊，迄时阵大家嘛会惊，因为唔知影讲的是底下讲来，村庄大家嘛无看过，会紧张啊，讲啊，即个吼，那查某囝吼，那精神错乱啊吼，那暗时啊都安怎，有当讲话阁无啥正常，上尾是。咱就请咱清北溪的弟阿公吼，啊来甲咱厝内底来办事，就是有问题嘛，咱就是请教咱弟阿公讲，啊那安尼，阮都身体医好啊，啊车灵机转来，吼啊即摆来阁有这个状况，寿天宫清北溪遐寿天宫的弟阿公吼来遮办事，啊就认证讲，原来咱先天二上帝要伫这个所在来发挥，所以抓这个查某的动机吼。是对的，大家唔免惊。这嘛真罕咧看到是，但是底下讲是菜鸡是查某的鸡心，所以呢，咱就是恁妈妈就是这个鸡心是经过松柏坑底下讲认证过。嘿，啊，因为迄个时代吼，要有查某的当机吼，都是武将吼，真的足少的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大家渐渐的能接受嘛，因为咱有经过咱前辈坑底下讲吼来讲，这是使命要来发挥，大家唔免紧张。啊，所以。迄个时阵，就是拄发挥的时阵，就会做者咱的神奇事件啊，那个神迹嘛。你拄要发挥的时阵吼，一定会比较强烈啊。因为即摆是新年，要有一个任务，所以呢，一定展现伊的神威跟灵感。董事长，我告诉你，我的财库买了龙宫设立，有助于你还阴债。我举例说明，您就会懂的。还了阴债，你就会发现装满金银财宝的金库。这时候的你需要龙宫设立来打开金库。买过龙宫设立的粉丝呢，都知道买了龙宫设立后，财运会顺很多，也没有出现破财漏财的情况。打开金库的前提是要拥有一块龙宫设立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要想延续不断的财运，一定要行善积德，广植福田，不然。还是会财来财去一场空。加董事长我的 LINE 两个小 A 591666，两个小 A 591666，让我帮你把金山银山通通带回家。所以有些时阵差不多，伊差不多十六岁、十七岁尔。是啊，所以查某机大家较少伫看。哦，所以足紧的吼，都消息会传开，大家来规整好，大家都对啊，就是大家有当先来看老人。当然，你采集的时阵，做者咱乡野传说啦吼，就大家就是要看，比如讲要降价进前，迄乌灵机啊吼，咱拢插伫寿金面顶，啊，大家就是要看，比如讲啊未来进前，迄支乌灵机就会开始也晃动，会一直震动、震动、震动，嘛无家己也晃起来，嘿，啊，大家降价遐都乌灵机拢会先叮当，啊，叮当了，比如讲伊就会降价，所以。迄当时吼，有查某机就做稀罕，吼，佫是武将，
所以大家要降价办事的时阵啊，大家啊拢会就想要来看迄支乌灵机。咦，底下讲要来之前啊，迄乌灵机吼拢会先震动，吼大家讲哎，底下讲要来啊，大家就仔细去看迄支乌灵机，伊就会无风啊，无电风啊，伊家己就会在震动、震动、震动、震动。嘿，啊，这你看到几钟头，大家拢会排队来看。啊，所以足侪人诶，因为比较罕见女机童嘛吼，啊，所以外地人嘛是讲，来看卖。底下讲，你甲人办事诶时阵，伊嘛会足灵感诶。哦，像讲伊一开始诶时阵，卸妆头迄时阵嘛无可能有拍迄保剑拢无。吼，所以底下讲降价诶时阵，伊嘛无剑。寿命宫诶保剑对倒来。听说伊一开始真诶无诶时阵吼，伊就去出迄竹啊。出竹啊。嘿，啊做剑。吼、哦、啊！伊底下讲甲降价的时阵吼，会用到爱会割舌头啊，练肌肤啊。咱就算讲刺激练肌，咱就是要比看嘛，这肌身是毋是非常有灵感？对啊，所以迄时阵嘛无保健啊，啊，所以就用迄较早两块啊，超级小刀拍开迄个，超级小刀起来割刺激。对啊，练肌肤一开始啥物拢无的时阵，就比较困难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迄时阵就用。超级小刀啊，挂对挂灵芝符啊吼啊，这个灵芝符是咩？有什么款的作用？像即摆大家啊降价的时阵吼，迄阵灵芝符伊的鲜血吼，会伫迄符啊面顶画符灵，所以迄阵大家就是要抢这个符灵。是毋对？是毋是挂起这回来写这灵符是特别有神威？对，大家想要迄个灵芝符，伊讲的足好用的，时代甲无同款啦。吼，啊，底下讲降价时阵，像即摆嘛是贴灵芝符，啊，咱就是会统一卫生习惯啊，有需要的咱互人吼啊，互人去使用。即摆科学较发达，就不建议讲啊，你就是爱消化吼，一定爱啉啊吼。其实有当时在进化吼，还是讲怎么样去处理吼，卫生习惯即摆不一样的。对，听讲吼，较早真好吼。有啊，关系的啦。看好咱寿命公这么有灵感，伊嘛想要来试看嘛。咱寿命公的机身是这么厉害。较早的时代吼，都有法术、法师吼会来刺激，因为风声出去讲，哇，这个查某机吼啊年纪才轻着，法师就会想要来试看你是真的神啊假的神。吼、哦，所以咱伫办事的时阵啊，都会有即个像即个看电影迄种法师甲神明的斗法，斗法，斗法，对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会感觉必先会感觉迄路会发路，吼、哦，还是讲我听阮士大人伫讲，有当时啊法师要来进前，吼、哦，伊就交代边仔的办事人员讲，来恁大家吼、哦、去外口的车站遐等，等者吼、哦、有穿啥物色的衫裤，戴啥物帽仔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新人吼、哦，恁甲欢迎来。啊，边仔的执事人员嘛唔知嘛，就直接讲叫伊去甲伊迎请这个贵客吼、哦、入来，吼、哦、啊因就去嘛，啊去甲外口的车牌仔遐，真的有一个人就穿迄种衫、迄种帽仔。啊，来了，大家就讲，哦，阮弟阿公叫阮弟姐甲你等，要甲你供应。啊，所以迄个是法师啦，就讲，哦，恁弟阿公做灵感，我未到吼，伊就知我要来啊。这是无做病的，因为较早民国五十几年前无手机啊，哪卡啦，所以咱无，卖讲手机连笔记都无，所以呢根本无可能做病，所以也是讲咱弟阿公是真的有灵。台湾中大的庙宇呢，比 Seven Eleven 都较济。庙宇呢，唔是讲吼，比上个庙较大间。啊，像的神尊呢，较大尊，庙大经神尊大尊，无代表讲吼，就较有神威，较有灵感。神呢，应该是要行出江段，到三江才会信道。对，但是这个讲得无唔对吼，因为正中庭庙比西门较济，但是无遮个入世，无甲一般民众接近足近的，拢在地内底崇拜，是神的供养，唔是干恁娘娘。爱入世帮助更加济人，安尼叫做好。我身边第一摆啊，等恁来，较早是袂感觉呢，唔是啊。庙唔是讲吼，叫你啊点灯安道尔，是真正爱行出帮助这信徒。三月初二拢会登去清北去回乡挂乡的意思啊，所以第庙埕的时阵。迄时阵的老大人吼，拢讲吼，咱回去清北溪，大家哦，就是要看咱草尾岭寿命宫，因为回去哦，基隆都十几个。算大家回去看车饼，特别要看咱迄个草尾岭寿命宫，寿命宫。所以，遐、哦、人拢会期待讲，三月初二草尾岭寿命宫的底下讲来未？我这比看电影都较精彩呢。对，啊，所以迄时阵，规庙埕就是拢咱寿命宫嘛。
所以伊个戏台啊，拢嘛爱先暂停啊，因为大家都是足钱的嘛，啊你看。超威娘的粉丝太侪啊啦。嘿，啊所以迄时阵都有足济法师啊，吼，拢会想讲超威娘来啊，就是要来试看卖伊到底有偌高。在法师啊，甲神明中，就产生很多咱看袂到的斗法。老一辈有传说讲，伫道法内底，迄法师哦，道士啊，啊，都要走，底下讲到个七车人，都甲弱，弱个伊无路他走啊，伊个先爬起就是要扑坎嘛吼。迄法师无法度，就为扑坎了，就甲跳落，想办法就是走就对，走底下讲弱。啊，佮有道法的过程中啊，因为咱武技嘛吼，可能会有迄化头嘛吼，传煞着五宝。啊，嘛有一个机身就是可能道法比较严重噻，伊化头作用来咧啊。迄头啊，这个裂痕吼、哦，足大的，鲜血滋溜，大家想讲，嗨啊，即个爱上病院啊，啊，唔就敢像破死鬼状啊破了。对，啊，大家说嗨啊，爱上病院啊，破头是十步一个举动。咱的女机啊，甲讲叫毕生来讲，毕生你去天公路遐，手去摸迄金斧啊，啊，毕生甲讲吼，底下讲啊，迄血遐旺着，我要安怎去摕金斧？底下讲甲讲吼，你免惊，你就去吼，目睭甲揢揢，手就甲捋甲杀就对啊。算有神威啦。嗯无问题，是无问题。对，无论讲伊火偌大，手伸落。对，啊，所以毕生嘛就照底下讲意思嘛，就去啊，目睭揢揢，手就甲杀落，就摕伊金斧嘛吼，嘛无代志，就到底下讲，哎，头咧流血，迄个机身吼，伊就用迄香斧吼，就甲抹落去了后，伊甲讲，你偌久的时间拢卖洗头，拢卖去遐叮当着，大家感觉讲爱上便宜的一个机身，哎、欸，伊一个香斧，对，裹起来，满面挺尖，拢面。隔天伊嘛是照正常人安尼生活，啊拢无安怎？只要卖实验裤都无代志啊，算伊个香过去自然就好。对哦，所以迄时阵大家就是三月初二，就是爱去清北溪看咱寿明宫去挂香啊，啊做者激动的，做者神奇的事情安尼。像咱超威尔就是底下讲非常灵感，虽然在粉丝呢，大家拢做期待咱迄个寿明宫来。对哦，就是大家就是要看哈侪机身吼，在迄个广场遐吼、哦，不管超五宝啊吼、哦、是按。中的较劲啥吼，哦，尤其因做者传闻就是啊，甲法师的道法啦，对，啊嘛有迄底下讲去掠贼偷的，有人碰见皮包啊，啊就莫名其妙就迄个小偷哦，家己会去找一支条啊底下磕头，这贼啊报下真的，对，太岁头上动土呢，咱底下讲的庙会一进人来看做强啊头顶，底下讲就家己掠出来，啊伊就哦抓到这个小偷啦。所以迄时就是这查某机吼啊，当时很罕见啊，所以不管我去回乡，还是讲在咱庄内办事的时阵吼、哦，就是口耳相传呐、啊、吼、哦，所以大家就是要来遮看这查某这个举动办事。一副送穷，我要发财。99%的人都不知道，龙宫设立可以招财，有财无库难大富，万事白忙碌，有钱存不住。想要一副送穷，就要买平安宫跟献王宫，婚姻事业龙贤宫，让宇宙四面八方的财都吸到你的财库。三星四星天天中，平安宫、献王宫是财后，你能行善天下，就能有求必应。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91666，两个小 A 591666，让我帮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金钱豹在命理改运上有其代表的含义，八个面的金钱豹纹设立呢，象征八方来财，能抓住八方的财运，可以发财，还能帮各位挡住小人，避免损失。金钱豹纹设立呢，喜欢水，水为财，它可以源源不断吐出金银财宝，就像金银财宝源源冒出的意思。想要在生活中获得横财的人，就可以带一条金钱豹纹的设立手链及一件金钱豹纹的阴阿公项链，在平日麻将游戏极具招财的功效哦。有在玩数字游戏的你更加不能不买。另外有投资股票获利的行为，也可以在电脑旁边放上金钱豹纹设立，有助招财。想要财源滚滚，横财偏财正财一起来的你，请你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91666，两个小 A 591666，让我帮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